我是刚刚那个车长的110年，110年，5月6号，双蛋双蛋。9:40所拍摄的是151次，采用新竹的利用八江白把微笑牵扯，在双蛋十号。终于到松山站了。开启这么单独，懂？又一次赶往新竹，等八千八百尾小圈的转，转了转了，停靠。还有这交通过，哎，也是普悠玛吗？完蛋了，也是普悠玛。几点啊？啊，这台哦，幺二零二五天天2026，87914。哇，有这台天二零二五天天2026，试运转列车开往，不知道开往哪里了。朋友们，自强在双站停靠，谢各位安全，拜拜，赶快再见。